神的话里面都是人该具备的真理，都是对人最有益处最有帮助的，是你们身体里需要的滋补品营养品，是帮助人恢复正常人性的，是人该装备的真理。你们越是信神的话，越是信神的话，你们的生命长进越快。越是信神的话，真理越透亮。越是信神的话，真理越透亮。你们的身量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对灵界的事就看得越透，得胜撒旦就越有力。许多你们不明白的真理，都是借着你们实行神的话是透亮的。数人都满足于明白神话的字面，都注重在道理上装备，在道理上装备，却不注重在实行上经历谨慎。这不是法利赛人的做法吗？这样做能有神的话做生命，能有神的话做生命，这话的实际吗？人的生命是实行神的话之后才长出来的，不是人看完神的话后就可以长出来的。若你认为只要明白神的话就有生命就有神量，那你的认识就偏了，那你的认识就偏了。真正明白神话是在实行真理的时候，是在实行真理的时候达到的。明白真理是借着实行真理才达到的，这话理应明白。